为什么？这是国军应该有的样子吗？哎呀，小刀要跟我开战了！小刀要跟我开战了！小刀要跟我开战了！为什么被战地风雨？小刀要跟我开战了！啊！随时吧，随时吧！为什么被战地风雨？太激动了！没有，这个打僵尸游戏变战地风云了。我狗越听越激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还是安的，笑死了！你心肺啊，心肺啊！好冲，走走走 ，Go Go Go！ 狙击兵打头阵，狙击兵打头阵，这狙击兵也很强，让我砍弹枪，旋转跳跃，我不惧。我开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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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谁来救我？困难，阿卡，啊，有点大，有点大，好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走，我真的要死了，死了。啊，我死了。我看到。哎，我还第一名哎。哎，小雨，你杀不掉，你杀不掉多可以啊，因为我都在冲啊。哎，小雨，你有进来吗？哎，上直升机，小兰被卡住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屌，好屌，好屌！对，哎，我僵尸飞起来了。小兰被放生了，而且还一堆枪支。只是我和我哥、哦。小兰，小兰，小兰爆啦！小兰又看到我在直升机降落的地方，好讨厌。我被炮台害死了，哎，炮台。我自杀好了，拜拜。哎，不能放弃生命啊！我自杀还拖怪。我也想要自杀了，因为我手有你跟我说不要放弃生命，你直接拿火焰灯来我一样。我烧白卡了，你还不赶快来扶我？快点回来帮忙，回来帮忙！你要珍惜生命，结果嘞拿火焰灯烧别人，好一个珍惜呀、啊！借枪而已嘛，没有那种那个嘛。算吧，拿吧，攻击不如从命。哎、欸，小伟，你跟我卡这一点，你掩护我。Okay, 好，我掩护你，我掩护你。要不然快死了！不然我掩护你那个这边，然后你去。对，我卡这边，我卡这边。我在这个房间应该就不会升怪啊，我在这个。那个房间会升怪，那个房间会升怪，所以你要掩护。好，我掩护你，我来掩护，我来掩护，我顺便打一打。小蓝死，你走了，第一。我把这我说好的掩护哎，我一来我就被掩护问，说好的掩护问题，我旁边也要掩护啊。我一不是掩护你。我需要有人掩护。我看到一个，哎，小心！我要掩护了，我尽力了，是不是？我快死了，掩护个屁啊！我都快死了。特种僵尸来了，你快出来！特种僵尸。我死了。快过来跑！我死了。